调整一下，这边有他们的声音，但这边有另外一种声音，那个不是麦克风的，这两边好像有点混淆了，那个不是的赶快通知一下啊。主，我很感谢你，你真是宇宙的至宝，你有包罗万有的丰富。现在你成为我们的道路，成为我们的拯救，天天借着呼求你名，我们来亲近你，我们来经历你，我们来享受你，不只做我们的生命，来做我们生命的供应，做我们的一切。你是我们的真安息，你是我们的真满足，你是我们的真活水，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。这一生的经历，我们要天天欢呼，欢呼我们得到了宇宙的至宝。主啊，让我们对这位至宝，不是只有宗教的领会，就是满了生命的经历。谢谢主，祝福我们所有新蒙恩的弟兄姊妹，这一生的路走得好。主啊，让你的生命在我里面得着完全的发展。听我们的祷告。这一堂聚集，让我们看见破冰聚会的宝贝，破冰聚会的重要。主啊，让我们一生都在破冰聚会中纪念你，只等到你回来。Amen。是，感谢主。好像这个声音还有问题，是不是？你们都听到吗？因为还有问题。你要跟管麦克风的讲，隔壁的声音进来了，因为啊，这一次人数爆满，所以昨天呢，他们的聚会是挪到这个另外一个会场，那今天早上这个会场要集中，所以呢，就非要过来不可，所以就用了这两个会场，但是可能啊，这个操作的人不熟悉，所以可能把这两个声音混淆在一起了。你们还听得清楚我讲的啊？那就好。那今天早上还有两堂，这两堂呢，弟兄都安排啊，要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。那第一堂，请我们翻到第六篇，这一篇是很重要的一篇啊，这个。是有声音吗？都听到吗？是有吗？还是有啊？还有声音？你没听到吗？后面没听到的，到前面来听，到前面来听。这个什么操作上啊？系统。好，我们就这一堂啊，我们都是接着要有过饼，所以呢，这里有个过饼聚会，我想所有新蒙恩弟兄姊妹。都已经参加过教会的破饼聚会，那破饼聚会什么意义呢？很简单的一句话说，所有的聚会啊，都是这个慢慢教会生活中使徒们带出来的聚会，但是只有破饼聚会是主耶稣亲自这个发起的聚会啊，主耶稣亲自在他最末了的一天啊，要钉十字架之前。和他们吃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，在这宴席上就跟他们立了这个约，来吃这个饼杯。所以呢，想想看，是主和我们的约会，主和我们的约定，也是主对我们的盼望。所以我们就盼望在破饼聚会上有一个认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题目：破饼聚会的认识。那么来读这个前面的经节啊，我要把。